像吗？原来我们是远房亲戚，我们该不会是近亲结婚吧？台中玫瑰园的菜单，黄腾辉啊，你们那时候都看这样的呀？哇，这个怎么长这么像悠悠啊？现在都买不到这样的。对，一定买不到啊，绝版。随版。对。给我买这个蛋饼，一定好吗？相信我。客家水晶饺，菜羹，我觉得是全台最好吃的木瓦鸡。哇！记得订阅哟，啾咪。I could be red, or I could be yellow, be blue, or I could be purple, be green or pink or black or white. I could be every color you like. 悠悠来啦！还有爸爸和妈妈。Yeah。铜锣的兄弟们还在等着我们，前行啊！来到了铜锣兄弟家啊，是不是有点台剧的风格？哇，更亮了。朋友家比婆家体感暖和许多。没有任何情绪啊，就单纯的从冷暖来比较。这个是客家水晶饺。这个汤匙好大，好大。我一说这个味道，大家就应该知道是什么味儿。油饭味儿。油饭。这个样子的，可以再说一个味道。还有什么味道？客家粽的味道。啊，小时候就吃这个长大。美味，然后后来离开之后就很难吃的，一定要带有个人情感去吃。你这个绿巴巴的，这啥东西啊？艾草的板。板是啥意思呀？就是贵。我也不知道这啥呀。你让爸爸先吃吧。你喜欢吗？它就是个艾草味，艾草味。说喜不喜欢？还不错了。我们是个很实在的人，就是还不错了。但是理论上外面甜里面咸，对，这东西的经典在于萝卜丝是干萝卜丝，哎，它这萝卜丝是客家独有的那种萝卜丝吗？对，萝卜丝蛋也是用这种萝卜丝吗？对，萝卜丝那个拿来那个晒干之后做一种干香味，客家话叫捏板嘛，捏板捏就是捏的，捏艾草的艾，艾草的艾，但是捏板那个捏是指蚂蚁的蚁。名字不好听啊。这是红豆馅的，咸的好吃，对不对？这样咸的萝卜丝的。这个是我可以接受的客家美食。有这么多呀？它客家就是一板就贵，都糯米。对，客家和东北咋这么像呢？你干嘛学我？我们那边也好喜欢吃这种糯米的东西，这个吃多了胃不消化。你们是东北客家吧？我们是客家东北部落。说，菜包。客家的少年们。菜包。菜包。全台湾都知道。我们菜包都是，也是喜欢用那个干萝卜丝。它就是颜色不一样嘛，没毛病嘛。那个是艾草糯米，对，这个是白糯米，纯糯米，水板，对，水板是水的呀，碎拌嘞，碎拌嘞，碎，韭菜炒豆腐干儿，25块钱啊，以前很便宜啊，更便宜啊，我小时候也是5块钱，啊，对啊，小时候5块钱而已啊。所以你们早餐就是5块钱吗？小时候吧。10块钱。十块。买两样东西就10块钱，一样东西就5块钱。这个好好吃，阿妈做的好吃。这个是我们客家兄弟最推荐的，叫什么？菜羹。
看乡下的菜根，料多满，这上面还有肉啊。那素肉，客家地区，你要不是料够多，有人吃吗？这个多少钱一碗？给这么多料？35块。啊？乡下还是可以啊。嗯。大白菜的干净。嗯，而且它有点酸酸的，它放过醋，它放点醋，用醋的，对。哇，这个好吃，这个可以，叛徒。而且它那个白菜放很多啊，白菜台湾很贵的哦，它里面还放了香菜，对，一定要香菜啊，对。然后它那个素肉吃起来真的很像肉啊，肉火腿的味道，好好吃的这个。这个可以，压轴，压轴，压轴，铜锣都靠它了。铜锣蛋，铜锣没有铜锣烧，有铜锣蛋。全苗栗都很有名啊，的确很好吃，比传说中的你们说，哎，你们大陆是不是有那个煎饼果子呀？哎，有点像，但是比煎饼果子还要好吃。很符合我的口味。本来蛋饼是一个蛋，我们俩每次买都会再加一个蛋。本来辣只有一份，很沉，加两份。对，大辣。嗯嗯，嗯，它的饼超 Q 弹的。它饼都是自己现揉的，现做的，好好吃哈、哦。超好吃，我同学家做的，超好吃。对，乡下好像都是同学吧。他那个辣椒也很好吃，他们家煎包也好吃的嘛，你没有买？对，忘了。嗯，大家来铜锣啊，先给你们踩个样，因为啥呢？铜锣的冬天还是会吸引一些游客的。嗯，有炮仗花，铜锣这一大片的炮仗花，那是后来才有，以前小时候没有。给我买这个蛋饼，一定好吗？相信我。饭后甜点，我觉得是全台最好吃的木瓦鸡。哦，我个人很喜欢吃木瓦鸡，但是我觉得铜锣这个市场木瓦鸡是我觉得最好吃。嗯，好好吃啊。嗯，它不只是外面有包芝麻，它里面的馅也是芝麻。从头到尾，超糯不绵羊，因为功夫很厉害，他家巨好吃。嗯，嗯，这个好好吃哦。带你看看客家人50年透天。好，那我们就把它归为客家老人喜欢的装修风格必要。嗯，两大元素。啊，两大元素。据说凹这个洞还挺难的，是啊，我不知道，需要花很大的功夫才能把墙凹出这么一个正方形，里面做这个摆设。优爸家有，他的两个兄弟家也都有，客家老人最喜欢的。我爸还觉得他自己发明的呢。哦，那你爸说谎了，那不是他发明的呀。他就觉得很得意。那你家房子建得早还是人家两家建得早就破案了吗？我家房子建的啊，那你爸说谎了，公公不要怨我啊。公公会不会在天堂打喷嚏？谁在骂我？他说，可能人类的智慧是相通的。第二大，客家老人喜欢的装修元素，就是，你看你们两个都很茫然的看着我，木椅。那个年代都是用这种椅子，这种沙发。那个闽南的人也会用这样的吗？闽南有吧？应该也是吧？对啊。是吗？嗯。不瞒你们说，我妈我爸也喜欢。对。所以我小的时候家里也是这样的。还有一大装潢特色。行吧。满墙都是瓷砖，满满的瓷砖。那上面也是。我童年的家也是这样哦。
那怎么感觉我是出生在90年代吗？1990吗？嗯。啊，你们这个房子是建了40多年吗？晚了30年的样子。啊。人类的智慧是相同的。啊。这个小隔间，据兄弟说，这个是储藏室。然后呢，优爸和他兄弟的一致口径说：“这我爸自己设计的呀。”那会不会是他们上一辈兄弟之间就是挨家挨户去参考？会。哦，我看看你家。会。哦，我看看你家，然后他就哎综合起来觉得最适合自己家。就七拼八凑的就出来自己的设计，有，因为我很确定，因为我爸带着我去看别人家，他的同事也设计，就有这个橱柜，哦，挖的洞，对，可能或许是在你们家得到灵感，比我家晚盖吧，对啊，嗯，对，一个房子盖2年啊，嗯，差不多，带装潢吗？对啊，这就是这个是后期才装的，这也不是说没有装潢吧，这就已经算是有装潢了呀。我小时候也超级流行壁纸，但是你们的壁纸我好像从来都没有看到有那个胶不粘或者是脱，对对对，就我们家那边壁纸不到十年它指定会脱，施工的质问题，对对啊，这么直白吗？说话伤人。但是我觉得台湾壁纸的图样也比我们那儿好看嘞，有点像几何图形这种啊，感觉。一定是。我们那边就是各种花。我们外面花就够多了，不用在家里再花。我们要满墙花。我们外面也满墙花。啊，那你们赢了。但是客家布和东北大花布也很像啊。啊。绝像。一样。基本上就花的稍微有点细节不一样，但是很多都是一样。对，原来我们是远房亲戚，我们该不会是近亲结婚吧？像吗？客家老屋是装潢，人家也是这样，但人家也是做了玻璃的嘛。啊，然后它是在中间嘛，你们家是在最上面啊？对。就很奇怪嘛，就省了嘛，就这样我就觉得他是正常不奇怪的啊。但他们家是这个窗是开在最上面的，嗯，二次整改，而且也没有各种框框啥的，就是突然之间就少了一级，省钱，很突然的，节约。你在台湾就是要感受这样的呀，好看是好看，不过是有点冷。这是上面榻榻米、啊、炕吗？不是，榻榻米哦，下面就是个木头的、哦。你们叫榻榻米，东北叫炕、哦，其实是差不多的东西、那个。但是你们家的门比较好看呢、哎，他们家风格比较统一，你家风格奇奇怪怪呀、啊，你家混的。你看，不止门是这样的，就连这个都是一组的，他们是配套的。必须还是。跟真的钢琴比起来还是有差，但是奔驰品牌的吗？有把说那个是锁。台中玫瑰园的菜单，黄腾辉，这就是她老公嘛、嗯，是吧？对。然后这个是她老公画的画，玫瑰花嘛。嗯，应该很多人也有，对啊、那时候很受欢迎。那个书签啊，对啊，为啥叫美女画册？它里面都是美女吗？对，可爱的都是这个美女。哎呦，爸爸，连帽子都戴上了。我们刚才听广播，那叫啥地方？一个离岛，马祖，那边才3点多度，现在3.8度，还是很冷啊，还是很冷，没关系，我有神器，顺便推荐给大家。出门在外和回到饭店都要用它，我把它叫做暖暖垫，因为我是那种特别体寒的人，就肚子和腰特别痛，就每个月我都会用它。哎，这个暖暖垫，优爸前几天得流感，暖和了吧？嗯，台北出行就带这个，那你就靠肚子上，不要拿走，好冷哦。我的另外一个神器就是充电宝。它是 USB 插口的，而且它的线超级长，看到了吗？巨长，就是很方便嘛。
现在是最高的温度，也是一个处于比较安全的温度。平常我们带它什么坐火车呀，包括在饭店里面睡觉啊。垫后背上吗？还是屁股上？自己调整。好。给我摸摸。暖了呀，暖了。这个也可以当做暖床，借妈妈用一下。借用一下啊，把它放在婴儿车里面，当被子盖一下，或者是放在后背上面。老人可以当屁股垫，平常呢也可以塞到胃这个地方。我们家有个亲人啊，他胃特别不好，我就给他买了一个，也不怕卷。我平常就是把它放在书包里，就这样卷一下就好了。给我家人送的是那个灰蓝色，因为去年卖的实在太好了，反馈也特别的好。啊，今年给大家争取另外一个福利呢，就是它有一个2A 的插头 ，USB 的插头。在家呢，你觉得用充电宝浪费电啊？充电宝出门要用的，你在家也可以用上这个插头，感觉像抱着一个娃娃。啊，对对对对，这个市场价是3990，然后我们和厂家也是商量了新年大福利1290。大家可以自行点击我们影片的置顶留言和简介，当中都有购买的链接，快点行动吧。就是你们那个年代的审美就是喜欢这种风格的，对不对？哇啊，你们那时候都看这样的呀？哇，这个怎么长这么像悠悠啊？哎，你们喜欢这种类型啊？当年的，当年的审美，当年的审美。哇，好清纯呐、啊！对，你吃了一个月的馒头，挥霍了一顿53。一顿只是得花25块钱，钱快要花在刀刃上。这有点像是这个女孩的成长册啊，从她小的时候到长大，好像都有。对，这一本就比较成熟一点，长得像不像？刚那个有点像 啊，好像啊，像啊，你最喜欢这种？嗯，和我不是一种类型。啊，居然买这种的？我什么都要买啊！他为啥额头上还要点个红痣呢、啊？我小的时候也爱点这个东西。这个是同志，爱爱。哦哦哦，这样啊？同志吗？对啊。这是他的海报是不是？对啊。这他那个画。原画、啊、原画的、嗯、原画复制机啊，花了不少钱买，现在都买不到这样的东西。对，一定买不到，已经绝版。把这个就裱起来都贴墙上，都好好看的。你做咖啡店就用这个。对啊，我跟你说，这都是你的隐藏的那个资源，你知道吗？你不把它弄出来，你那留着干啥呢？利用啊，老板。对，这个讲的是爱情故事吗？都是爱情，都是爱情故事，年少的爱情故事。对，这大概是很多老少年的青春吧。铜锣太冷了，冷到我的那个拍摄器关机了，本来还有10个店，突然之间没有了。在兄弟家吃了一下铜锣客家的早餐，也是铜锣这边乡亲们平常吃的，带大家简单的参观了一下铜锣的家里，典型的装修风格还蛮好看的。那我们现在就要回去看那个太后了。那就下集再跟大家分享台湾乡下的生活，记得订阅哟，啾咪。在悠悠来了频道首页的右上方呢，点击加入就会进入加入会员相关页面，可以选择悠悠粉、悠爱粉或是悠福粉。选择好之后呢，点击蓝色加入键，这时候就会出现付款页面，填写信用卡的安全码，打勾套用至所有装置上，点击右下角结账完成。这时候出现页面，欢迎你加入悠悠来了频道会员，直播室等你哦。我是悠妈，我是悠悠。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话，记得下方留言哦。对，还有订阅。